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本期呢我们继续讲解怪招破解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呢，就是说曾经比较流行的一种下法啊。就是说呢，在当时啊，这个三连星啊，我们比较流行，宇宙流比较流行的时候啊，这个是一种很常见的下法，黑棋挂啊，黑棋四连星啊。喜欢模样作战的棋友呢，对这个呢应该说不是很陌生啊，不是很陌生。即使在现在啊，虽然职业棋手里面下这个三连星的少一点，但是很多爱好者来说呢，就是说下这个呢还是非常的多，还是非常的多。也是呢一种很有意思的这个局面作战的一种方法。那么接下来呢，白棋跳啊，限制一下这个黑棋的模样，黑棋呢连回来啊，这个呢应该来说呢是比较普通的下法啊，不到普通下法。也就是呢，我们给大家铺垫一下呢，讲解一下，就是说这个局面啊，这个棋形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么接下来呢，白棋的这个正常下法啊，就是对于这个局部而言啊，就是点。黑棋呢，当然要挡这个啊，挡这个。如果挡这个，那明显就吃亏了啊。这个白棋呢，很轻松的爬过来。那么黑棋挡这个，白棋爬。黑棋推，白棋搬啊，黑棋呢不走，继续扩展模样也可以啊，黑棋接着走也是有的，搬下去啊，走，白棋飞，然后呢黑棋夹住，夹这个啊，等等。这样呢，是一个很正常、很普通的下法。白棋得地呢，黑棋得外势。那么在这里啊，白棋呢，曾经呢，就是说呢，流行过一个怪招，啊，流行过一个怪招，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复杂，也非常呢有这个迷惑性。那么白棋有个什么样的怪招呢？他就是说，面对你这个拆二啊，注意黑棋是拆二啊，它不是拆一啊，拆一呢，它是有可能害怕呢，白棋再跳一下啊，这个虽然能守住一些空，但这个模样呢会变小啊，但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担心。那么面对你这个拆二，白棋呢，它不老老实实点这个啊，它寻找你这个弱点。你这个拆的不是比较远嘛，联络上有弱点，他呢会走这个靠的这个怪招啊。那么接下来黑棋要搬啊，这个都是黑棋被逼迫的，被白棋逼迫的。那么白棋在连搬啊，黑棋呢也只有打吃，也只有打吃。白棋退啊，这些下法呢都是黑棋被白棋呢所逼迫的。接下来黑棋呢也只有粘啊，吃这个不行，被打了以后这一针就给针吃掉了。那么立这个呢又偏软啊，偏软，这个如果你立的话呢以后白棋这里依然可以点33啊，搬过去你这个是搬不下去的，只能冲这个。外面呢，这个由于这个是立的，不是粘上，这个白棋还有压的这个先手啊，这黑棋呢还得跟着硬，不然被打一下呢，有点这个难受啊，有点这个难受。所以说呢，黑棋也得强硬的这个粘上，粘上。有了这几个交换以后啊，有了这几铺垫以后呢，白棋再点这个。33，这样呢，
然后黑棋呢，非常难受，还是难受。这时候呢，黑棋呢依然不能退让，依然不能退让。那么黑棋如果你就退让吃掉啊，虽然是很安全，但是呢被这个白棋爬过去以后呢，被白棋这个脚啊掏得太大了啊，太舒服了，太大的太舒服了。那么这个很黑棋啊还是有些吃亏，等于也就什么样呢，等于就是说白棋点的时候黑棋挡，白棋爬，这个我们刚才所说了已经是明显吃亏了啊。那么接下来这几步交换呢，白棋并不吃亏啊，等于说白棋还是靠你搬，白棋退啊，等于黑棋呢就粘上，就粘上。这几个交换呢，白棋甚至来说呢还可以，还可以说呢是便宜的。那么白棋唯一吃亏的呢就是这一下啊，这个大概呢损了一些，损了两三目棋。但是呢这个靠退呢可能本身便宜了，再加上这个前面啊获得的便宜，这个呢肯定总的算账下来，那么还是呢这个白棋啊这个赚啊，白棋赚了。所以黑棋呢也是被逼无奈呢必须呢挡下去，挡下去。如果这个时候白棋再搬，那么黑棋冲就可以满意了。大家注意这种形状被黑棋冲到一下，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啊，跟白棋直接爬过这个区别是很大的。本身这个外面的目数而不是这个里面的目数差了不少啊，这个白棋由三路爬过变成二路渡过，这个目数呢差了不少。再加上呢这个外面多个子呢，以后对这边的厚薄会产生一些关系，所以有了这个子以后有拖有挖等等手段，所以呢这个差别呢白棋呢也受不了，也受不了。那么白棋势必呢就要会粘上啊，它会粘上。那么下到这里我们呢就可以看出啊，这个棋啊马上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一个白热化的状态，也就是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每人三个子进入了这个对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这里就是说呢黑棋应该怎么下啊，错一步可以说呢都不行，就有可能陷入啊这个崩溃的状态。那么具体如何下我们仔细呢来看一看啊。当白棋粘上以后啊，黑棋势必是在这个角上进行对杀了。那么这个对杀是怎么样啊，是非常的复杂的啊，非常的复杂。这个当然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的目前的招法是黑棋被白棋所逼迫下成这样的啊，但是白棋虽然逼迫黑棋下成这样，但是白棋就好吗啊，白棋能不能行，这个也是呢一个问题啊，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呢再来看一下，接下来黑棋啊这个对杀的这个要点呢就是说呢是搬啊搬。如果你只是立一个的话这个不行啊，挡住啊。虽然看上去两个人气一样多，该黑棋先走，但是呢由于白棋在脚上，黑棋呢并不能就是说呢收住白棋的气，这个棋呢黑棋呢不行。那么黑棋一定要搬，粘上，粘上。搬粘以后呢，现在是轮到白棋了啊，白棋了。那么白棋现在的如下法呢，如果说是啊气的要点来说，单立的话，现在呢上早还不行。如果单立的话呢，那么黑棋就可以直接搬，这样呢白棋呢气就已经不够了。你粘上他就收气就是啊，
这个白棋气不够啊，这个一路力呢，由于黑棋外面气比较宽啊，是没有用的。那么黑棋就点，白棋收啊。为了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我们多摆几步，这样呢，三七对两七，跑不掉，白棋是没有任何办法。如果翻白棋挡也气也是一样的啊，黑棋就打吃，粘上啊，这个气还是一样。白棋呢气不够啊，白棋气不够。但是呢，白棋在这里呢，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的束手就擒啊，白棋呢也有准备了这个很多顽强抵抗的招法。白棋呢会先搬一个，他在这里先搬一个。这个时候呢，黑棋呢也只有打啊，也只有打。你走别的不行，走别的这个一爬你搬不住了啊，一搬它要断了，这个搬不住啊。所以呢，黑棋也只有挡住。那么然后呢，白棋呢再立。当然白棋还有在这时候呢也还有立这个的下法，但是这个呢不好啊，不好。黑棋呢你别去搬啊，这个搬就打输手了，这被他一立就成一个板六活了。那么黑棋的手筋呢是加一个啊，加一个。如果你往回缩，那么就是这个由于黑棋外面气非常的长，这里面呢对杀呢白棋呢不利啊，甚至于点一个都可以考虑。那么接下来呢，黑棋只有立，白棋跳啊，在这里局部呢就形成了一个打劫。这个打劫呢，白棋明显不行啊，黑棋就扑进去啊，先造劫也可以，就直接扑了啊，把这个打穿。这个白棋也是明显不行的啊，这个只是活了个小角，外面被打穿了，这个白棋不行。那么呢，白棋所以呢，它是搬完以后啊，搬完以后呢再立啊，再立一个，这个呢就是起到了延期的作用。现在如果黑棋局部与白棋再杀呢，就不对了啊，就杀不过了，因为黑棋要杀白棋，它不能打吃啊。这个打吃，白棋一打它已经活了，这个白的已经活了，这个不行啊，白的已经活了，这个不行。那么黑的要杀白棋呢，在这个局部只能是点啊，就做死活来说，这个杀白棋点是正确啊，这个白棋跑不掉。如果你粘黑棋呢，就爬啊，这个局部是进死，大家看看。但虽然局部是进死，但是呢，这个白棋粘，黑棋吃。现在白棋收气，气够了啊，这黑棋不够气的，等于是什么呢？你由于你点杀没紧住白棋的气啊，就是等于刚才你搬了白棋粘的时候本来是要紧气的，你跑到这里尖了一个，没紧着气，被对方一尖，这样死了啊，这样黑的死了。他爬了你，对方可以搬，你只有主度，他就收气，这个不行。所以呢，到了这里啊，白棋立的时候，黑棋直接杀是不行的。那么黑棋在外面呢，就需要去想办法藏气啊，藏气。那么黑棋呢，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呢，就是说藏气拖。白棋势必要搬，哎，这时候先点一个是好次序啊。白棋呢也只有粘啊，不能粘这个，你这个一冲出来只能粘
然后呢黑棋再粘上，这是黑棋最强啊，也是呢必然的下法。接下来白棋现在不能粘了啊，如果补外面，那么黑棋呢可以点这个啊，黑棋可以点这个。现在由于经过脱退以后已经藏了一气了啊，这个你再收气他就挡，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白棋气不过，白棋。那么走了这个以后啊，这个棋呢，黑棋点了脱张，白棋呢不能补外面的毛病啊，不能补外面的毛病。那么白棋呢，当然就是说只能是什么呢？粘上，做活，做活里面。是吧，怎么粘上坐火里面啊，那么这个战斗呢越来越复杂了。虽然这个战斗呢是越来越复杂，其实这些招法呢都是必然性啊，我们看了这个过程解释了一下，下到这其实都是必然性啊，这个双方都没有这个回头的余地啊，就是必然就下成这样。然后呢接下来就看外面的这个情况啊，由这个里面的对杀这个战斗呢蔓延到这个外面来了。这时候黑棋呢只能断啊，不能加啊，这个加虽然就是说能活，但是这个太委屈了啊，这个从底下度过啊，虽然这里以后一挡还有一个野，但是呢这个太委屈了，即使活了啊，这个一二路混合爬行啊，我们俗称为呢这个一二路混合爬行，黑棋即使活了啊，也是一个大亏的样子，也是一个大亏的样子啊。那么黑棋势必要断啊，势必要断。白棋呢只能退，那么就形成了这个跟外面的对杀了啊，跟外面对杀。白黑棋接下来跳啊，限制这个白棋出头，这个呢是正确的下法。白棋呢也只有继续爬，白棋如果冲这个不行啊，黑棋不想爬二路冲断的话呢，那么黑棋就跳，这个白棋是基本上是死。打吃的话呢，这一挤，这个就是这个打吃是先手，这一挤呢，这个白棋呢就已经死了，在外面。这个白棋不行，那么白棋呢只有爬啊，只有爬。黑棋呢，退，白棋呢再爬。这个时候呢也就到了越来越关键啊，战斗呢也是越来越复杂啊，眼睁睁看着几块棋纠缠到一块了。那么这时候黑棋如果还是退不太好啊，不太好。现在呢就是说呢白棋呢可以继续爬，如果你再退的话呢在这个局部啊，这个气呢白棋呢就是说已经够了，他可以呢收气，甚至于呢补在外面。然后呢白棋假设把这个头钻出来的话啊，你收气，黑棋呢就接着收，这样呢局部呢白棋呢已经气呢够了啊。我们看看，简单的看一下啊，他可以利用一路啊，注意白棋是先收一路，逼迫黑棋这个地方自己转一气以后呢再收外面，这样这个黑棋气呢已经是不够了啊，这个头呢被白棋抢了一手，这个棋啊黑棋呢不行啊，黑棋不行。你
当他爬的时候啊，你我说不退，退了不也是跑了吗？不退呢，你现在还封不住这个白棋啊，封不住这个白棋。你怎么封？你走这个呢，它就飞啊，这个封不住啊，这个头可以装出来，甚至于这就拐出去啊，由于你这个地方气比较紧，拐不住。这个封不住呢，就没办法。你走这个，它也可以飞啊，甚至还可以跳等等。那封不住，封不住头，里面死了，这个黑棋呢就吃亏啊，就吃亏。所以呢，这个藏呢不好。那么在这个地方，黑棋有一招啊，一子两用的好手。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或者说是说要学习的一手。那么这个时候黑棋不藏啊，也不急着封，冷静的先自补一下自己的毛病。这招棋就是跳，把这边有冲断什么断的毛病先补掉啊。看你白棋的态度啊，态度，这一招可以说是一举能够就是说获利的这个关键性的一手。白棋如果补这边啊，那么黑棋现在再一分，这个可以分住了啊，这个可以分住了。白棋不管你拐还是飞出不来，这边飞它也是要冲断出不来。那么对于里面来说啊，白棋就没有办法，只能和里面杀气的话呢团啊，这个长气的虽然是好手，但是被黑棋贴住以后，局部啊虽然是双火啊，白棋还得走，白棋不走，白棋不管走不走吧，反正这个局部呢是个双火啊。那么双火这个结果肯定不行，等于白棋不走，你不走呢黑棋就收起，这个白棋都得跟着硬啊，等于是这样。虽然是形成双火，但是这个结果大家一看，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这个这才几目棋啊，这个太厚了啊。对于这个发展，这个白棋是大败啊，可以说是大败。那么一旦这个地方被黑棋封住头啊，这个就只能里面对杀，即使白棋吃了黑棋都有可能亏了啊，何况这个黑棋气还比白棋长，那么肯定不行，白棋直接往外跑，而且那么先把这个跑出去。那么有了这一手以后呢，这现在就可以直接帮助了，这一手就补了这个冲断种种这个断点。白棋如果断，黑棋就退啊，黑棋就退，黑棋就退。那么作为里面来说，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气肯定是不够的，差两气。而外面由于有了这个子补强了以后呢，白棋呢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是没有这个任何办法的。所以白棋不行。那么作为白棋来讲呢，那只能是从这个底下开始跑。现在不能立啊，立呢它就断，这个不行，这个黑棋不行啊，这个要被煎死了啊，这一煎就要被吃掉了，或者是先冲掉再煎，你粘上它一扳，这个看得很清楚。但是不能立没有关系，黑棋再粘啊，白棋渡过，虽然看上去呢白棋呢又跑了啊，又跑了，但是呢这样跑的话呢，它是从一路渡过啊，这个气啊眼位都不足啊，这个黑棋呢不用担心，接下来再造，这种这个棋可以说是白棋非常的苦啊，非常的苦。白棋里面收气不够啊，刚才说了这里看上只有五气，只有七气啊，只能那就接着跑啊，
那么黑棋就退。白棋虽然可以直接爬啊，爬这个爬呢也是比较熟的。爬完以后啊，都爬掉，黑棋就跟着印，再立一个，立一个也可以，爬一个也可以啊。这样呢，虽然白棋啊经过这一趟爬，把黑棋这一串给吃掉了，给吃掉了。但是呢，由于这个二路爬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实在太多了，这个子呢也是白白的损失掉了。那么这个黑棋外面这个获利子实在太大，同时以后呢，黑棋还有啊，从这一带啊，继续威胁白棋啊，这个让白棋收气的这个手段。白棋所以说辛苦半天把这边啊这边都损失完了以后，只是吃了这些子。这个呢，白棋是不行的，白棋是不行。这时候白棋呢，直接跳呢可能会好一些啊，它冲，但是呢，结果是大同小异啊，这黑棋就冲，啊，断，啊，冲掉，都可以走掉，啊，断，啊，只能跟着硬，啊，这个地方有没有接不归还不知道啊，我们在这个还不清楚，即使没有接不归啊，这个。吃一个也可以，结果是大同有异，小异的，就是以后这个地方局部铺了斑啊，能不能接回去还是个问题啊，可能勉勉强强的刚好能接回去，但是呢，这两个呢还是先手，现在可能还能接回去，白棋还能接回去，但是呢，这两个也是先手，这个也是这个是，白棋呢，亏损呢很大，经过这些变化一看呢，就是呢，这个结果呢，实际上呢是这个白棋。不行的，白棋呢这个不好的啊，你这个明显吃亏了，也就是说白棋这个下法呢还是略显了这个过分啊，这个怪招。好，这个棋呢摆了都快半个棋盘了，我们呢还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这个来龙去脉。手速其实呢虽然很多，你看看我们这摆了这么多棋子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变化呢都是一本道啊，也就是说都是必然的下法。我们在最后呢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白棋啊先靠这个是靠了扳啊，推啊粘上点，黑棋挡住，这都是必然的。为什么必然，我们刚才呢也解说过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是必然的对杀，我把这个正确的次序呢再给大家摆一遍，让大家呢加深一下印象啊。立，黑棋现在不能急着杀，然后拖点啊，这个以后呢白棋得做活了，里面不粘在外面呢里面气就不够了，然后黑棋杀啊，这个都是必然的。手速虽然多，但是呢也不能谈上有多复杂，因为它中间呢没有多少这个弯路可以走啊，不像这个迷宫啊到处有路给你走，这个也没什么路。只是下到现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记住一招啊，就不要着急的去藏，也不要着急的去搬，也不要着急的去分啊，就是稳健的补好自身的毛病，留下这个造和搬的手段，就是说呢可以呢破解掉白棋的这个凶狠的这个怪招啊，凶狠的这个怪招啊，大家注意记住，牢记这一步棋就可以了。本期我们所讲的这个怪招呢，就是说变化呢虽然很复杂，但是呢这个黑棋应对起来呢，只要大家注意啊，记住其中的这个手段呢，应该说呢手速虽然多，但并不是呢特别的困难啊，特别的困难啊，相信大家以后在实战中再遇到这个招法呢，能够呢一举呢让白棋呢吃亏。好，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